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。这些实力派歌手你都熟悉吗？他们从组合解散单飞后，凭借个人实力依旧在歌坛出圈。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歌手吧。别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第一位，李健。2001年，李健与卢庚戊组成水木年华组合。2002年，两人因创作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。李健的歌声纯净、空灵、悠远，他的音乐如诗如歌，让人倍感亲切。多少年以后，往事随云走，那纷飞的冰雪，容不下那温柔。这生一世，这时间太少，能够整年融化冰雪的深情。第二位，田馥甄。2000年，田馥甄与任嘉萱、陈嘉烨以组合 SHE 出道，后因成员结婚等原因聚少离多，田馥甄选择单飞不解散组合，继续发展事业，如今凭借实力在歌坛非常出圈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三位，林志炫。1991年与李记组成优客李林出道，1995年组合合约期满，林志炫暂别歌坛。时隔两年，林志炫宣布复出歌坛，继续用他真挚细腻的歌声书写辉煌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，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我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别忘记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